各位观众好，欢迎收看8月8号的《观天下新闻》，我是李一凡。为了表扬身障朋友们认真上学的精神，新北市长朱立伦在8号这天就特别来到了第二届身心障碍者乐活大学结业典礼现场，和180位结业学员合影留念。朱市长也表示，身心障碍的朋友们克服了身体上的不便，坚持不断的求知求学的这样的精神，这样的精神真的是一般大众的学习典范。在这场乐活大学的结业典礼上，市长朱立伦表示，新北市政府开办各种社会大学，有松年大学、妇女大学以及身心障碍者乐活大学等，都是越办越成功。同学们透过上课吸收新知，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，彼此互相鼓励扶持，这些都是相当难能可贵的收获。这是第二届的我们的结业典礼，现在有大概270位的同学加入我们的身心障碍乐活大学，那今天有180几位的同学结业，那我非常恭喜大家。那我们知道新北市办理各种的大学，包括我们的松年大学，包括我们的妇女大学，包括我们身心障碍乐活大学，每一个大学都是越办越成功。朱立伦表示，身心障碍者勇敢接受挑战，认真追求新知的精神令人佩服，也期许大家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继续的努力学习，希望大家在学习过程中获得成果，能为将来的生活以及工作引领新方向。太棒了，比较不会说有那个不会孤单啦、而且能够活化脑力，还可以认识很多朋友然后学习唱歌的技巧每次都很快乐。这些朋友，身障的朋友，虽然我们在身心上面有一些障碍，但是我们大家还是秉持坚持我们不断求知求学的精神，我更佩服大家。大家愿意能够努力向学，那我们大家不断的求知，就表示值得我们社会大众来学习来肯定。社会局表示，身心障碍者乐活大学迈入第二届，今天在市府6楼大礼堂举行结业典礼，并颁发结业证书、全勤奖与精神鼓励奖等奖项，鼓励身心障碍朋友们积极上进。这次结业学员共计180名，其中24名获得精神鼓励奖，54名获得全勤奖。谢凤强，市府传报道。